要带您看到喜欢看韩剧的朋友一定都认识他，这是以《秘密花园》还有《爱上王世子》等韩剧红遍全亚洲，最近呢更在古装大剧《齐皇后》在韩国创下了超高的收视率。韩星何志远暌违七年再度来到台湾和粉丝见面了，我们也为您贴身的专访，来看看私底下超可爱的何志远。不管是《齐皇后》里美艳的古装扮相，还是《秘密花园》里搭档玄彬有点 man 的中性女孩，자꾸생각나게생긴그여자，오빠，甚至在《爱上王世子》里全是北韩女军官。희망합니다。韩星何志远的戏剧作品，很多台湾观众都很熟悉。这回暌违七年再度来台，粉丝大阵仗迎接。记者会上，何志远还和粉丝大玩小游戏，我们也为您贴身专访到私底下超可爱的何志远。大家好，我是何志远，很高兴见到大家，我非常想念大家。不同于戏里的强悍形象，何志远本人讲话轻轻柔柔，超级爱笑。而拍过这么多戏，多变演技获得高度评价的何志远，外界也给了他许多称号。来看看女神本人满不满意。너무예쁜배우마음이요아니면다다맞아요맞아요쑥스러워요承认自己是大美女，何志远害羞的遮起脸笑个不停，却说自己好像没有很性感。섹시한배우섹시한배우섹시한배우액션배우예저는머리에서발끝까지다부상이한번씩은다있는것같아요근데너무뭐부상도많고힘들긴하지만굉장히액션할때막재밌어요그리고说到拍动作戏，何志远眼神都亮起来。한국의안젤리나졸리열심히하면네더열심히하죠但尽管在荧幕上常常扮演比较中性的角色，何志远再三澄清，本人可是非常小女人。남성스럽진않아요제이상형은좀따뜻한사람이좋아요그러니까친절한사람그러니까착한사람이좋고요또유머도있고좀유쾌한그런사람이좋은것같아요애교도많이애교요甜甜的笑着承认自己有点爱撒娇，戏里戏外不同的魅力，不愧是百变女王。记者钟俊荣、潘倩任、林建如在台北的采访报道。感谢大家。